谢大家的办卡，谢谢大家的棒棒的，谢谢大家的鱼丸和礼物，来你们的关注，明天见喽，不要忘了关注我的直播间，到时候我发送开播提醒你们就知道了。来，这是新浪微博，关注我的新浪微博冯提莫，要特别关注哦，然后我发送微博你们也第一时间能够看到。See